那个医生呢，只给了我们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只给我们了六片抗生素的话，就是花掉了我们9.15英镑啊。Are you alright? Got two letters. Lovely,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Oh, hello, I come here to collect medication. I'm doing cash. Do you accept cash? Right, 14, 14. Yeah. I give you 20. That's okay. Lovely.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Oh, 现在是马上下午4点整啊，还有2分钟就要4点了。我今天还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取信啊。又有3封信到了，所以还要去。刚才呢是寄走了昨天收到的2封，然后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走了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昨天和大家说，在欧洲生活，特别是在一些高福利国家生活的话，有很多福利哈。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英国的公共医疗，英国的免费的公共医疗。那我今天呢，我家里人是有人是需要抗生素的，然后但是鉴于现在疫情的原因呢，我们又不能去 GP， 也就是说不能去见我们的家庭医师。然后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打电话啊来和家庭医师沟通，然后如果是不是特别急的一些病症的话，他可以开处方药给我们。但是现在的我们问题是，给我们注册的那个家庭医师他是德国人，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回国跑毒了。他的跑毒这一次跑得相当的彻底，他直接就辞职不干了，直接就回这个德国养老了，他也快60岁了。所以呢我们是找他看病快10多年了，然后在上个月接到他给我的来信哈，我们的来信说不在这个 GP 工作了，需要回德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师，所以我们在昨天给 GP 打电话的时候， GP 就说你需要等几个小时，然后呢到时候会有医生，有一个他们指派的医生联系我们。但是昨天直到5点呢也没有人联系我们，我感觉就是英国人就是把我们忘了。但是还好今天早上给我们打电话了哈，然后把我们这边的情况一描述呢，他给我们开了一些抗生素，然后让我们去附近的药店直接去取药。所以呢大家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了，我就是去药店把这个我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住在哪里的地址告诉这个药店的这个叫 pharmacist， 中文是什么，中文就是药剂师啊，药剂师。这样的话他就给我取药了。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是英国人在给抗生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吝啬，都不是一个整只的包装，是一个就是他们简易的自己给咱们包的一个包装药店里。然后那个医生呢只给了我们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只给我们了6片。然后疗程上说呢是每天吃2片，一共吃3天。所以我感觉英国人在给病人开抗生素的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哈。因为中国的话，首先很多抗生素是不需要去药店，不需要靠医院就可以直接去药店开出来的。你像英国这边的话，所有抗生素的话你自己去药店买，你没有处方它是不卖的。然后它就算开给你的话，它的剂量是非常少，就给3天的量。然后价钱的话也不菲，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在英国的话，如果你看病的话是免费，但是抓药的话也是需要付费的哈。所以6片抗生素的话就是花掉了我们 9.15 英镑啊，将近小100块钱了。所以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贵的哈。我不知道国内现在6片抗生素大概是什么个价格，但是我感觉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蛮贵的。所以呢英国的公共医疗通过这个事情呢，大家也可以多多少少的看出虽然它是免费的，但是拿药呢还是需要付费的。而且医生呢在给你开药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
包括它抗生素的这个剂量和国内相比的话也是非常微弱的哈，就是效果的话很显然没有国内的吃完效果反应的要好。然后只给你吃三天，不行的话再和医生联系。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大家就可以反映出很多英国这面公共医疗的事情哈。首先看病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是吃药它仍然是付费的。那其次呢，就是在给你开药的剂量上，它是特别偏向于中国的，等于那种中国的保守治疗，就是它不会过度治疗任何病的话，如果它认为没有治疗的必要，它都甚至不会给你开药哈。所以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医疗系统是怎么样的呢？不知道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公共医疗系统又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如果看到视频的朋友，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你所在的国家的公共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在视频区里留言。那下面呢？